侦探重担马上就要出来了。OK， 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哎，这有这个。陛下，微臣皇孙张愿受长缨，深入南国，刺探敌情虚实，为我胡国建立情报站。臣愿为国效力，以正忠心，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双亲平安。你是胡国的？你是谁？我是胡国的八皇孙，我的妈妈是南国人。他是湖南混血的，湖南混血。搞了半天，你是个湖南的，是个湖南的混血。这个是湖南，湖南和南国。头疼了吧，侦探？